真的敢来追我的没有几个。一下欢迎勇者来报名哦。我看你怎么当女神呢？这里已经解说第二，有谁敢喊女神 number one 嘞？提到年纪啊，伤感情，把她年过半百的杨丽菁，性感细肩带加白色蕾丝短裙，一身仙气飘飘，就像公主出巡呢、啊。哎，外加梦幻彩虹缤纷了 ，whatever 就是 LV 新出的渐层包包。我觉得不行。谁都别想戳破姐的公主梦。她跟朋友修就台北东区 BBQ， 每人享受美食，嘿嘿，减肥永远都是明天的事。哦不不不，人家事前有先去小七买一波心安 ，you know。毕竟这身材是女人的门面，桃花要旺，有钱还是必须的。娱乐动新闻，我可能只是需要个伴。相亲照 get 报道。